谢谢加班录到雅致的糖果。先把头上的卡子粘一粘，我现在又满腿是毛毛了。今天用了个蓝色的眼珠子。晚上好，我在试我的直播小灯灯。今天的美瞳是白馨宇的，他之前有一次没有带。不是今天给的，其实是前两次公演，我不记得是哪一天了给我的。谢谢炫的麋鹿胸针，而且这个眼珠子还挺舒服的。我决定等我现在的戴完之后，也去买一买这个牌子。头发扎久了有点难受。你来啦。有一只小豆丁儿过来了，小豆丁儿，我刚刚在路上刷抖音，刷到一只别的那个短腿猫，忽然特别想它，但是我回来也没有撸它。小豆丁儿，小丁儿，弟弟是个小甜豆，甜心小豆丁儿，小甜豆，去吧，小甜豆。小甜豆想自己的粉丝了，所以今天要来直个播是吗？是不是？给你们看看弟弟表演翻肚皮，他要翻肚皮了，快看！啾啾啾啾啾，捶捶脑壳。捣蛋兔子，捣蛋兔子，捣蛋兔子，小飞兔子，揉吧揉吧，不摸了，先直播，直播完了我有大把的时间陪你玩。你怎么也来了？你现在很自觉呀，我只要坐在这儿，你是。谢谢加班录到雅姿的圣诞树。这个光开完之后，真的就是有一种这个。我虽然这是句废话，但是我还是想说，这个光开了之后，真的有一种光线很好的感觉呢。买了还没到，但是我满脸是毛毛，我要梳一梳。刷一刷，这个蓝蓝的眼珠子确实还不错。你既然你要过来，那你就得付出过来的代价，你就得直播，你懂吗？你就得。转鸡腿，爷爷说我不懂，我就是想过来罢了。他又打结了，我再给他薅那个打结的那个地方，天天打结，你自己给自己理发一点也不用心，这些犀利的圣诞帽，你还横唧呢？你有什么可横唧的？看到了吗，朋友们，打击！长毛猫一定会打击。你自己在后面玩啥呢？
我新换的床单，昨天刚换的，现在上面已经全是他们的毛毛了。转鸡腿，听到了吗？转鸡腿，配合我一点，配合我一点。你这什么表情？谢谢犀利的平安我，他一点儿都不凶，你看他是个小粘人精，他只是长得凶。谢谢 G M A X I M U S 的平安果，那你跑掉吧。你说人家说你是逃跑无果的表情，你是不想跑呀？这个眼镜那天肥子戴的一副，他说看上去就是一只白内障的哈士奇。我觉得尚可。可能在公眼上，如果看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像白内障的哈士奇。是蓝色的。不是灰色的，是蓝色的。偏蓝。公演现场看不出嘛。嗯，我今天上场前，阿姨帮我找了能有20分钟的鞋吧。没有。然后她帮我去所有人的鞋柜里面翻了，都没有。就不知道我的鞋上哪儿去了。我很悲伤，我今天公演那个黑靴子全穿的是别人的，然后非常不合脚，什么东西掉了，非常的不合脚，搞得我公演说实话多少跳的是有点不顺心了。那个鞋，后来我不得已我穿上了羽化成蝶首演的时候给我们配的那个鞋子，那个鞋不好看也丑。还不舒服，主要是滑，然后搞得我今天公演非常的 unhappy， 就每次要穿那个黑鞋的时候我都很 unhappy。 我的妈呀，我现在更 unhappy 了。我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裤子，全是毛。我把灯开亮一点试试呢。我不是说了吗，帮我找了所有的鞋柜没有我的鞋，我们鞋都是写名字的，所以就说明不是被人穿错了。我在想是不是被谁当成自己的鞋穿回中心了。对啊，今天 MC 下台之后，叉叉说张怀瑾很欣慰，果然是个 N 狗啊。这个二档光好像好看一丢丢。欣慰哦，真的是个 N 狗。其实标准男友 XL 我是从歌词里面。就是听出来的。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今天没有跳一爱。说的很幽默是吗？那我真是谢谢你，虽然我糊，但是我漂亮，唱歌又好。你把这两句话顺序颠倒一下，好吧？还能听上去动听一些。岂止是前三轮，后面的我也想到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过去的时候稍微有一些赶不上了。并不是一个意思。如果说你有点，你虽然有点糊，但是你漂亮，唱歌又好，是鼓励的意思。
你漂亮，唱歌又好，就是有点糊，就不是鼓励的意思了，听上去像在阴阳怪气。好好学学语文吧，真的。谢谢朗道的皇冠，谢谢谢谢谢谢。嘟嘟嘟嘟嘟嘟，喝水去了。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补个三分，感觉这个光容易显得脸上很油。好多，沾多了，救命！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最不好用的散粉，才会宣传自己上妆后1秒雾面。真的是最不好用的散粉才会宣传自己上妆后，就是1秒什么那个，什么油光变雾面之类的，因为说明它只有这个卖点可以宣传。一个正在补散粉的人告诉你们，你要想1秒就是去油光，面粉也可以。这是所有散粉，就散粉的所有功效里面最不值得一提的功效。如果他拿这个当卖点的话，要么他是欺负新手。要么他是，就是真的没有别的卖点可以宣传了，他只能宣传这个。不是啊，你看能呛死你，这个换一个说法，能呛死你，换一个说法是粉质细腻，对吧？粉质细腻就是像烟一样，所以你要想做卖点的话，你就要宣传它粉质细腻，而不是说它能呛死你。怎么我？嗨，大圣。嗨，肥子，华姐有吃的吗？你要吃什么？有什么？有粉儿，有红油面皮儿。一会儿，今天是我和寇姐安居的第一天，官宣哦，的第一天。一会儿邀请你来我们的新家做客哦。一会儿就拿那好个的，锅好碗的，拿，播完就去，别吃播完完就还去。想着好吃的，一会儿一定要来哦。而嗯且哼，一又要会记就得带去。饮水杯，因为我们俩现在用的是你送的情侣水杯。对，没有多的水杯给你用哦。拜拜。再见。喷雾器有多可恶嘛？我上次画头像去他们房间玩，然后，什么来着？让我想想。然后，那个寇娜忽然举起水杯，跟我说：“眼熟吗？”然后我发现是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为了讽刺他送给他的情侣水杯。接着，卢天慧举起了另外一只也很眼熟的杯子。我说实话，我送这个杯子的时候也确实想不到他有一天会用来进行这种肮脏的事情，就用这种肮脏的用途。妍妍，你可以起来吗？你可以起来吗？你可以起来好欺负他，好欺负他。给你们感受一下这个，一个玩具，人表情，人表情，
他才不是逃跑失败的玩具呢，人家根本就没有想跑。谢谢失败的小奥特特的圣诞树，好大的玩具。晚安，好大一只玩具呀，好大一只，看真的是好大一只。什么表情啊，真的很大，这还不是他全猫，人家都没有伸长呢。谢谢白垩纪粉丝千张张的圣诞树。哎呦呦呦，走吧走吧走吧，赶紧走，渺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直播到几点呢？直播到，试一下这个口红。我咳嗽是老毛病了，就是一剧烈运动就会咳。谢谢喜之言的圣诞帽。这口红是六十钱买东西送的。好寒啊，是很寒哦，很韩国女高中生的一个口红。搬错搬错啊，对，我是不是没有给你们看过我的口棕，嘿嘿嘿，我要给你们看看我的口棕，让你们感受一下。张爷爷到底在干嘛？我要给你们看看我的口棕，嘿嘿嘿。算了，其实不擦干净也可以。这个是我土豪玩买的。看到了吗？就是棕色的，就是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口红。怎么在镜头上不是很棕啊？哦，知道了，因为我有别的口红的底色。看出来了吗？是棕的，是棕的。是我涂的不够多吗？怎么还是红的呀？我应该把口红擦完再涂的。完全看不出来是棕的耶。对，压不住原来的。看不出来是棕的。 I'm happy， 这个非常棕，这个现实里面看非常棕。我待会儿拍东西就要用到这个口棕。但是这个颜色就跟我今天妆不太搭。直播到12:25之类的，反正我随心吧，随心而定。啥时候我想关了我就关了。对，它很干，它是一个纯泥，它不是很润，可以说是完全不润。我谢谢荧光棒。关了直播就拍，拍完就去找肥子他们，给他们拿个粉吃，带他们感受一下我的超迷你小锅锅。谢谢鹿迷鹿的师妹迷鹿胸针啊，迷鹿胸针，迷鹿胸针是什么东西？这个眼珠子真的好蓝啊，好蓝好蓝。
少女偶像每天都几点睡觉呀？你猜，你猜。你们是不是觉得灰蓝灰蓝的？说实话，我第一次戴这么显色的美瞳，之前我就不怎么戴彩色美瞳。我自己有买一副灰色的，但是那个灰色的它上镜吧，就是可能因为我现在头发颜色比较深，我戴那个美瞳感觉自己不会化妆了，所以我上次本来要戴那个上公演的，但最后我没戴。我有点卡粉了，怎么有它？它像个发声玩具。怎么还？我再戳一下，不出声了。玩具坏了，坏了，没动静了。咦？哎呦，亮着光看着不可爱了，我们小弟。回去吧，看你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圆铜色就很特。对，因为我是个浅瞳。谢谢白垩纪粉丝贴张张的圣诞卡。哦，他错过了他的礼物。我可以的。如果我买那种很混血的美瞳的话，我可以带出来那种特别浅的蓝。因为我本身眼睛颜色就很浅。有点像猴。这个表情是什么？是猫头鹰还是猴？这样吧，我给你们把这个看到了吗？中间这一圈，这个棕色就是我原本的瞳色。看不到，中间这一圈看到了吗？你们会不会觉得把美瞳推开那一瞬间很惊悚？我是浅瞳，所以我戴这种东西会很显色。美瞳片儿动，我之前戴过一个特别舒服的美瞳，你们知道吗？就是它直接，就是那种舒适度特别高的美瞳，就容易划片。我那个美瞳，它因为它很自然，然后我不知道它就是划掉了，它直接就只剩下半片儿在我的眼角这个位置，对，就是划到过眼睛后面，几乎就是眼睛后面了。然后关键是我不知道，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现我没有粉饼用了，给我，我只剩一个粉饼了。那个粉饼被我带去剧场补妆了，因为它太舒服了。说800次的，对，因为每次提到美瞳都会想起来嘛。所以之后那个牌子再舒服也不敢戴了。不许拿我的背带摸爪子，坏猫。他掉毛，弟弟掉了我一脸毛，他在摸爪子。啊！不许摸，不许摸，这是新床单。过来。过来呀！你过来呀！他不过来。是弟弟，我吃一个梅子。对呀，因为我的美甲把我的指甲搞得很薄，所以我现在不做美甲，养一养。
左边膝盖过敏了，挠的有点难吃，这个没意思。因为红的还挺明显的，应该你在干嘛？不知道他在干嘛。吐口红。酸到我了。啊，我的茶。好酸好酸好酸。我今天刷抖音还看到有一个女孩拔智齿，拔挂了，所以我短期时间内不会想要去拔牙了。我没有点进去看。我就是觉得看着好吓人，然后我就有一点打消了这个拔牙的念头。我们说到12:30好吧，反正我明天后天应该大概或许可能也许还会直播。今天太晚了，你们明天还要早起呢。嗯，没有酸到，吓死我了。放假了，那你了不行。天哪，我这个妆花的哟。看了眼镜子，这妆太可怕了。哦，是时差的。我现在还剩这边这一颗，下边这颗已经长出来了。长出来了一丢丢，在哪的？你说智齿吗？还是问那个时差党那个朋友？谢谢杂佑的麋鹿胸针。别说了，不好好吃饭算什么呢？我上一次拔智齿的时候，疼了6天。朋友们，我每5个小时吃一颗布洛芬，疼得我夜不能寐。哦，是一个英国的朋友，真的是夜不能寐，眼白有点红。哦，又是一个时差党朋友，在澳洲。智齿疼，当时拔智齿觉得好痛好痛好痛，然后关键是还心情不好。然后就又因为疼想哭，又因为心情不好想哭。因为我上次拔了几颗来着，我上次同时拔2颗，上下两颗，这边上下两颗，我一次性拔。问题是他疼呀，他要是只能吃流食也就算了，但是他疼呀，朋友们，又疼。然后心情又差，虹口区牙方锁打没，是的，有点红血丝，因为可能是我半路揉眼睛了吧。打咩打咩，不要去不要去。
而且他也没有给我开消炎药，他不给我开消炎药，也没有给我缝针。朋友们，拔智齿切开拔的，居然不缝针。说实话，我这颗他要是不疼，我都不想拔了，真的不想拔了，因为我上一次拔牙经历太惨痛了。红气什么？你怎么过来了？哇，我现在在镜子里面像个鬼。果然直播灯真的很重要。弟弟，他没在后面。猜猜我住一下。小弟，我把灯关了，给你们欣赏一下弟弟的盛世美颜啊！看我瞬间黄了，哎呀，他跑了。把灯关了，眼睛就没那么蓝了。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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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了。弟弟，露了个小尾巴。弟弟。弟弟，小弟跑了，去冰箱那边。谢谢酷肉肉的奶车。弟弟，弟弟，过来，过来，过来，胖兔子。这只兔子今天不想营业，你还在我桌子上捣乱，过来，墩儿，好乖哦，我们墩墩，你看起来不开心哦。小弟，弟弟，谢谢白鹅弟弟粉丝贴张张的圣诞树。你怎么不开心？今天怎么不开心？把尾巴拿上来，给大家看一只兔子，给你们变魔术。江江，哎呀，有点丑。江江，哎呀，有点丑。江江，真的还是很丑。给你挠挠下巴得了啊。天心小弟，小兔子，胖兔子，胖兔子，他可乖了，他这么坐着，就是很乖。小胖猫，谢谢苏子叶的平安果。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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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啾啾，咚咚咚，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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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哦，是给弟弟的，弟弟有人送你平安果了。你这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呢？太舒服，可能他表情有点委屈，他叫弟弟。
他一直看我。他只是一只金色的矮啄猫，他不是金渐层。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走了，放你去玩了。我每次就是抱着他们玩的时候，都会感叹：弟弟好可爱，妍妍好漂亮。我大部分时间都觉得妍妍是个漂亮的猫，我从来不觉得她可爱。头发上都是毛毛。哎呀，已经12:08了，12:35吧，再凑4分钟。妍妍是一只西伯利亚森林猫，西伯利亚森林猫小妍。所以长了一身很厚的毛。待会就把美瞳摘了，歇歇眼睛去，顺便用一下洗眼液，歇歇眼睛。妈呀，我今天皮肤干的哟。弟弟看着憨厚吗？弟弟一点也不憨厚，弟弟看着就不太开心。感觉心里有很多事情的一只小猫。我没有很经常洗眼睛，只有感觉眼睛里面进东西了才会洗，所以我的洗眼液那么一大瓶放在那儿，其实挺占地方，但是一直没用完。我们场景每个分镜都诉说彼此的约定。是的，美瞳戴久了眼睛不太舒服。我还买了一个那种遥控的那个氛围灯，让我试一试。谢谢白鹅记粉丝贴张张的扑棱蛾子，我直播的这几分钟我就试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是给我的。有，耶！好家伙，这是个蹦迪灯呀，朋友们！我买的时候可没说，你会一直闪呀。How to use it？也不能用哦，要把这玩意儿拽出来。这什么东西啊？哦，这个是蓝光。这个呢？这个是绿光。这个是红光。这是橙光。我要瞎了。这个是橙光。这个
个是黄光，这个是蓝绿蓝绿的，这个就更蓝一点。好家伙，这也是个蓝绿蓝绿的光。紫光，这些不想超过四个字符的迷雾胸针。紫光，这就是迅猛龙同款。紫光，粉光，这是什么 ？Fade。哦，这个是夕阳的那个日落灯。哇，这玩意儿只要45块钱，也太划算了吧！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渐变光。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样变的。这个呢？这个就是七彩斑斓。这个呢？这是很缓慢的渐变。这个呢？这是个蹦迪的。那这是什么？这也没变化呀。有变化吗？好像没有啊。这就是氛围灯吗？我的眼睛已经花，看东西已经不太清楚了。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哦，这是调亮度的。好玩，好玩，好玩！嘿，发现了新玩具，而且它还有一个遥控器，看，它才45块钱，朋友们，这也太划算了吧！开心，开心，开心，捡到宝了，捡到宝了。但是我现在已经瞎了，哈哈，真的瞎了，36了，我又要凑到40了，这我东西拍完都得几点了呀？想拍两个东西，下次去公园把灯绑头上。嗯，是的，戴美瞳戴久了。还有3分钟了，朋友们，珍惜珍惜今天的这最后3分钟。马上今天快乐时光就要结束了，然后我就要去沾一沾裤子上的毛。谢谢水塔摸鱼天经地义的圣诞树，好丢人呀，怎么坐小凳子还会就塌下去。不行，这是日抛，我必须要带着拍完才行，所以暂时歇不了，拍完就可以歇歇了。我还收到了拍立得，然后我就可以快乐的使用这个拍立得了。谢谢我的流星和炮弹的平安果，谢谢谢谢。待会儿拍就关灯补妆，然后这个拍视频。谢谢白鹅记粉丝贴张张的普通鹅汁。嗯，有点悲伤，早知道这个口红测评这个东西多写一点。分到了10000鸡腿，他们有人分到了40000。未来这张电影，我们场景每个分镜都诉说彼此的约定。我还以为这个，我以为这个奖励应该是给50个人，每个人10000，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原来是不是50个人呀？失策了。我还特别认真的做了试测，结果就因为写的字数不够多。下次我要卷死他们。
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我要把这个灯关一关。已经四十了，我觉得这个灯就是会显得人，显得我更冷艳一点。嗯哼，是吧？嗯哼，晚安，晚安，朋友们，我要去拍视频了，拜拜。八六，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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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